从前面第一集第二集讲到，第一是舍心，二是戒心，三是忍心，四是静心，五是定心，六是慧心，七是愿心，八是护心，九是喜心，十是顶心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针对顶心了，佛菩萨用顶心啊，透过这个我相人相啊，透过我们住顶三昧正定，我们叫住顶三昧正受。发心剃道心时，发起妙行，具象不大，就是理性真实。意思就是说，这种的质地不同于二相，诸多于空次的极地，他不肯前进，而来劳役众生。菩萨他不如此，他虽然住在质地，然而他不贪着，所以能够从此正地当中发起慈悲喜舍广大之心。修行妙行来替相不道，这个就属于自理，以此守体之道，底性是真实，不被魔鬼外道所侵犯。这个叫做发心替道性实，然后不离真正对于三宝信仰的这个缘故呢，也不离正信故。你的自此实心圆明，公关成就。理性见贤，真必不立，从此去脱去尽行为也。因若金棉、以铜、银、金、琉璃、水晶、玛瑙之六轮，对塑形象地等妙之六类，一轮对转具有二意：一运转，二催连，为佛菩萨运转于大法轮、德轮，催连众生之破业故。运转后正称各有全身次第不同，互依六轮对六位也。互依六轮对六位也。自此就是从此，实心就实发去心，他能够圆满光明空观，也能够成就了。空观是什么意思？前面我们有说过，我们正如理性逐渐能够显现出来，真谛不立。真谛也不立是什么意思？又比如说真谛离也不住着的意思，那就从此能够获得解脱，而替下真谛离实行的位置。所以下头就讲到实行了。那么印度经元印度天就是说一就是金药铜银金琉璃水晶玛瑙的六轮，铜就是璎珞经里面提到的铜铁璎珞六元水晶六个，对住行相地等妙之六位法。第一种就是运转地，第二种就是催连地。下头去说明这两种意，意思就是说佛菩萨运转这个广大的法轮或者伟大的法轮，它就能催连众生的破业烦恼，破就是烦恼，业就是有乐诸业的这个缘故。因为半生烦恼正道真理，个别有他浅深次第的不同，所以就运用六轮来配备六个位置。问：此时诸位以何轮对啊？以铜铜宝轮对，何故以铜？盖是金沙不去轻用，非无铁之尘波，而如有搭子在。若乃念佛功次，则能成就气灵，即用于世。为十度诸菩萨维修空观，断见十恶破，如理成垢，四十二品无名之中，十度为人，断前面相一品，一相一品，若前一相四品，未能断尽，如同之有，哪知破气分断，得意分显。不能随体起用，随列现行，化诸众生，如替成济世，故欲同宝轮，为时诸位。那这里就问道：此时诸位，这时诸的位置，以何轮对？用什么轮来配对呢？要得回答：以同宝轮对，并用同宝轮来配对。何故以铜？那为什么运用铜宝轮来配对呢？下头说了，因为铜像是金的颜色，
头也是黄黄的，黄金也黄黄的，所以黄铜像是黄金的颜色，难道不具有黄金的这种作用？这个铜虽然没有铁的成功，铜虽然没有铁，还有渣子存在，但是还是有渣子啊、哦，还有这些渣子存在。若乃念佛功德，假如再进一步加以用佛来念也，就用佛，那就再把它磨破。这个叫做公尺，然后他治理他一番，那就可以成就诸多的器皿、种种器皿，像龙香炉、龙耳环、种种这些，那就可以既用于世，来既就近运用于世间，给世间人去运用。那么这个就是理论，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神佛和诸位菩萨，唯独修空观，得来断除见识破，又如同离开尘垢。那么在四十二品无名惑当中，十诸位的人半途前面他略向一品，略向无名的一品，半途前面略向无名的一品，因为无名分为四相，三处一灭，最初的无名，最凸显的无名就是略向的无名，最细的就生相无名，所以先把初的灭灭掉，还有意向的这个十品。假如前面的一生食品还不能半途进去，就如同同有这个渣子存在。我那既然不能半途拉了，这个心得也就纷纷的显现出来，也可以说是三德，那就纷纷的显现出来，那就可以随体随着这个本体而升起妙用，随着众生中的种类而显现生起，因于何生而度生，一切何生而为受法，来教化诸多的众生。又如同器皿成就了，就可以救济世人的病痛。因此之故，又运用红宝轮来配备十诸位智大菩萨。那今天因为有长老大德驾临这个红本经社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提早下课。下回我们继续问题为下。好，感恩我们要定力，好，来。